58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得奖的是阮凤仪，《美国女孩》。谢谢金马评审，增设这个奖项。谢谢舒宇导演，他是最希望我得这个奖的人。谢谢你带我入行。谢谢我们的投资人，谢谢所有因为这部电影带来的缘分，我很感谢。谢谢我的爸爸妈妈还有妹妹，让我分享我们家的故事。那段时间其实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难熬的一段日子，但是我觉得它因为被拍成了电影，让我有了出口。谢谢嘉欣、凯勋、玉婷、品彤，把你们的灵魂放进去，还有我们所有演员。谢谢琼光，让我能够回琼光中学，回新店拍摄我真的读书的地方。谢谢所有帮助过我们的朋友、老师、家人、我爱的人、爱我的人。最后，我想要谢谢我的制片人苗华川，因为这3年，我们没有一天不想着美国女孩，没有一天不是奉献给电影，怎么想着让它更好。因为我们只是因为基于爱电影的心，能够跟所有这么多爱电影的人在这里，跟很多电视机前面的观众，我真的觉得很荣幸。谢谢金马奖。